关系。曾宝仪网络节目《我们回家吧》这次邀请到演员曾佩瑜回到他的家乡西螺，更邀请到了佩瑜妈妈来介绍当地景点的历史，也带着阿宝吃遍了必吃的抢手美食。外带，外带，外带几个？12个，哎、欸，你们确定要几个？你们要几个？就我就要包完了，就没了。3、4、6，总共6个好了。快，没就没了哈，因为他要蒸包啊，就卖完了，今天的量都卖完了，都没有了。那个，因为全场只剩这两份，所以呢，我有点着急，我很怕这两份就被吃掉了。这真的超好吃的，我要竹笋汤一个，15块一碗汤。我快哭出来了。好，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下，油肠柜。油肠柜，对，是因为它放上面放很多油葱的意思吗？对。哦，好吃就是在加油肠。对，哦。它这边写是9层柜，是的，它这个柜有做就是9层，有没有一层？这应该是用就是我们浊水溪的那个米做的，浊水溪的米特别好吗？他觉得特别 Q。哦，煮那个稀饭哦，都是黄色的哦，不是白白的哦，因为它没有染过那个跟漂白或什么之类的。哎，对，真的很好吃哎，是不是超 Q？ 这真的超好吃，我超爱吃这个。但是要吃冷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对。其实热的冷的都很 Q 啦，嗯，这个就是很透亮的部分，其实是猪油又混了那个酱油膏，然后又混了油葱，所以你不要看它小小的一碗九层柜，它其实有很多学问在里面。对啊，然后有淡淡的那个蒜泥的香味，蒜头也是我们云林的名产，气筒的那个蒜头是最香最辣的。赤红的蒜头最好吃，对，云林的米最 Q， 嗯，西螺的粿最赞，我没有吃过这样的粿，因为你都吃混的、啊，你现在被呛，他刚还指我，因为你都吃混的、啊，好，我要吃喝有这个汤，猪皮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如何？什么叫 CP 值？你没有吃过这个，你不能说什么叫 CP 值。真的，而且现在高山贵是哦，25块还是很便宜啦。猪皮、猪脚，其实我也很爱吃鸡。嗯，然后，哎、欸，这个汤超好喝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而且笋味超级浓，15块哎。而且我看这条街其实蛮多卖贵的。嗯，因为这就是这边的当地的特色，对啊，所以其实好多家。但这家因为是三代祖传，嗯，它就是留着最高沙比的味道。然后你看到很多东西没有变，你反而会觉得啊，很安心。然后不管在外面受了多少苦，回到家还是有一种稳定的那种感觉。嗯。老板娘化妆哦。啊，要先吃冰啊，是要吃这糖啊？糖啊，要吃糖啊！是，我要吃冰啦。耶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。哦，给我三毛加掉。你们都吃了？对啊，他们都吃了，你很厉害啊！等一下，你们每人。但是因为它是用那个先吃那个麦芽糖下去揉的，所以很 Q， 有没有？而且不会粘牙，一定要颜料新鲜，不是刚做好就新鲜。你颜料不弄好的话，啊，颜料有什么？颜料，这做简单的，干那苦甲白盐酥啊，做大部分用花生。花生，哎，对，这没有的。这个啊，梅子棒棒糖，超爱，我每年回来都要买这些。那这个，这罐我觉得超厉害，因为我发现今天你是在做购物台。我们有要吃冰吗？有时间可以吃冰吗？时间够，时间够，好哎、欸，好，那好吧，那就。不了，因为哦，这是什么地瓜吗？蜜地瓜。我可以多要一个蜜地瓜吗？当然可以。谢谢。我这地瓜哈，你外地吃吃袂到呢。是你自己做的？对。哦，还要加花生粉哦。这个不是花生，啊，这是什么？是麦芽酥。麦芽酥啊，它的冰上面还有麦芽酥哎！哇，好强哦！我们要怎么做？哦，还没吃前，先大家看下完整版。嗯，这三种麦芽冰，
有三种不同的料加在上面，像这个是纯的一颗一颗的花生，这个是麦芽酥压碎的，这个是没有压碎的麦芽酥，所以你也可以吃一整颗。对，然后那个料啊有够扎实的，然后你看看这个蜜番薯，我都吞口水了。那吃吧。我觉得加麦芽酥实在太强了，香哦！麦芽加麦芽酥真的太强了。而且这个冰本人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说蜜地瓜吗？好吃哦！就是你会舍不得让它吞进去，就是因为它会在你整个嘴巴里面蔓延那个地瓜的香气。哇！地瓜超好吃的，这个叫做什么？珍宝怡牛奶冰。我要问 你地瓜是怎么处理的？对啊，这个地瓜哈一滴糖都没有，一滴糖都没有。因为哈，我们都是用麦芽，用麦芽慢慢的熬。这东西当中是咱云林县吼所有的农产品。哦，在地，在地。你是为我们节目昨天去烫头发？没有，没有吗？就这样吧。今天讲可爱的，没有。那你们地瓜真的太强了。对，每一种都很强，每一种都很强。想不到西罗除了小吃深藏不露之外，连老板娘都这么可爱，也让人期待下次阿宝又会跟谁一起回家，来挖掘更多当地人才知道的美食啦！完全乐综合报道。